各位論盡音樂的朋友大家好，我們是 Pixel， 我是 Phoebus， 我是 George， 我是 Marco。 我們加盟環球音樂第一首派台的歌就是 Braceless。 我們很有幸邀請到 Gerald 做我們的監製、作曲和編曲，而作曲另外也有徐繼忠，填詞就是林寶。咁呢一首歌咧，我自己覺得係輕快少少，同埋 groovy funky 啲嘅。我覺得其實係好似為我哋三個度身訂造咁樣嘅，因為本身我哋組聲出嚟咧都會有好多跳舞唱歌啊，即係有跳舞嘅元素喺入邊。所以呢一首歌咧 ，Gerald 都特登貼切咁樣幫我哋編得快啲，咁令到我哋都可以有跳舞元素喺呢首歌入邊。咁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嘅意思咧就係講緊 braceless， 就係唔戴牙箍，其實就係想帶出咧唔好受到任何嘅束縛，唔好隨波逐流咁解。咁我自己覺得呢一首歌其實係好適合我哋三個，而且我都覺得其實真係幾好聽。OK 嘅，其實都係啊，好聽啊，自己歌啊嘛，好聽啊。咁好啊，咁至於其實我哋今次做歌嘅過程，我係覺得幾特別嘅，因為Joel 前輩咧，佢身處加拿大啦，咁我哋三個就喺香港，咁佢就用咗一個 Zoom 嘅方法幫我哋監製呢首歌。咁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細心嘅一個前輩嚟，因為當初我第一次企錄音室嘅時候咧，我以為佢係好惡嘅，因為我唱歌其實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，咁個都知啦。咁我以為佢係真係會逐個逐個咁鬧你啊，但係其實佢調翻轉，佢反而係覺得，你呢個唱得幾好喎，你呢個可以再試下再細聲啲啊，大聲啲啊。咁同埋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細心嘅，因為佢係真係每一字一句咧，佢係執你個廣東話的懶音，所以我覺得真係好榮幸可以邀請到 Joel 做啲監製。咁其實今次咧都係我哋三個第二次去入錄音室唱歌啦。咁第一次其實就係唱《永遠愛著你》啦。咁今次就係第二次。唔記得咗添。咁雖然係第二次，但係其實入去嘅時候都係少緊張嘅。咁其實 Joel 今次都好鼓勵我哋啦。咁我哋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啲不足嘅，但係佢都會俾機會我哋，鼓勵我哋咁。等我哋去有信心去做好呢件事嘅，系咯。我喺呢首歌叫 Braceless， 希望大家聽完會中意。另外都 follow 翻我哋嘅 IG account Pixel，We are Pixel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，多多支持。